最繁华的商业中心二七广场，以这里为起点，向西北行驶约10公里，沿途将依次穿越繁华的商业区。高楼林立的住宅区，杂乱的城乡结合部，以及这片连出租车司机都很少知道的棚户区。而我们今天要去的终点就在这条胡同的尽头，那里有一间房子，风格独特，远近闻名。欢迎来到看见，今天我们要带您去看两套房子。先来看这第一套，面积40平米，那户型是一室一厨，装修的情况毛坯和简装的混搭，位置是在河南郑州远郊区的棚户区。那要说条件，这套房子实在是不怎么样，但要说价值，有人说了，不可估量。对于陈新年、刘跃进两口子来说，像这样投入的跳上一曲，是一天里最惬意的事情。自己家里的这个狭窄的舞厅，就是属于他俩的小世界。在这里跳舞，无论多晚，无论音响的声音开到多大，也不用担心会打扰到街坊邻居。第一天晚上在这个地下室过夜，过夜的时候，当时是什么样的？是不样感觉都是，哎呀，开始玩的时候我都不愿意下去啊，我都有点是不是敌人害怕呀。后来一躺到床上一看，哎，这不也怪好嘛，这不是跟这房子是一样了吗？然后觉得生活可幸福可充实，而觉得找了他觉得可踏实。不但那个女人夸我，那你包括这一栋房的所有的人，他都说我干的不错，他都说我能干，干的不错。更多的时候，陈新年、刘跃进两口子的舞厅是一个卧室，和它相连的还有一个厨房，总共面积不到40平米。准确点说，这是一个标准的一居，只不过这个一居在地下6米的深处。这还是这个气体搁这儿跑出去了，这是个风口，上面是个也是个烟囱。上面地面上绿的烟囱，像那水果啥的，搁到这都8月15搁这嘞，它不干，皮子也不干，它有底下有一定的潮湿度。这是8月15。从前年竣工到现在，陈新年夫妇早已记不清楚自己接待了多少位慕名而来的参观者，尽管大白天也要开着电灯，开着灯也看得不是那么清楚。但这个地下6米深处的标间，还是让所有来参观的人看着新鲜，看着心动，也看着有点心酸。
他跟要跟这里要说，与外界空空，与外界就是隔绝，就说这是一个小世界，就这种感觉。河南电视台那个诸葛亮节目上，他说十五诸葛，十五诸葛，他这么说，他说他这个都说俺那个我拿这个地下室给我几万的贡献，就定四万块钱。另外还说这个地下标间应该保留下来，保留下来让这个让这个参观，让别人参观看看，让领导一级一级的领路，一波一波的人下来参观参观，看老百姓住的啥房。陈新年，地下标间的制造者，今年64岁，曾经是河南平顶山的一名煤矿工人，在地下挖了几十年的煤。退休之后，他继续的发挥自己的技术特长，历时3年，用最土的办法，两个抓钩和一个脸盆，硬生生的一个人在自家地下6米的深处挖出了一个40平米的地下标间。去年这个昏暗狭窄的地下标间一度红极一时，陈新年不可思议的壮举备受称赞，他被形容为愚公移山，而这间地下室更是被看作向高房价有力的控诉和讽刺。但是在陈新年夫妇看来，他却显得很具体，可以睡觉，可以做饭，可以跳舞，他就是家的一部分而已。本来这个生活很平静，什么也不想，这样也没啥压力。结果后来呢，发现以后一报道，一天都来几十个记者，一个记者跟俩啥日子，都跟我们来七八十人，确实俺感到那时候压力特别大。现在吧，是3天2天都是这边来个人，那边来个人。有的四川的来了，内蒙古来了，湖南的来了，上海的，山东的不定哪来了。面对媒体的热切关注，陈新年说，当时最担心的就是怕有人说他违规操作，把这个自己花了3年心血才一点点挖出来的地下室给填了。后来规划局就让杨根茂来了说嘛，这是排除情况，不搬走以前，就是这个棚户房不拆迁以前，不会强制拆填你的这个地下室，他表态这样表态的，叫俺俩都非常感动。感动的俺俩都哭了。他还说啥这个，有的个别这个，个别这个啥记者一早说一直不错，东南下梁，又是这好那好。他说那这好那好，他说这谁个好叫他来住来？他说。对于当时外界的这些反应，陈新年都细心的收集了起来，一有媒体过来，他就会拿出来念一念。有的说，由于地下标间的出现，说出了低收入人的心声，有低收入家庭买不起房子的共同心声，也推动了对棚户房改造的进程。对高房价下调也起到了进一步的促进作用。这是新闻社说的，中国新闻社。棚户区，一个逐渐淡出人们视线的名词，它盘踞在这个城市的角落，仿佛另外一个世界。这里房屋的月租金只要60块钱，这里没有暖气，没有下水道。陈新年的妻子刘月静就已经在这里住了20多年。上个世纪80年代末，刘月静原来的单位郑州印染厂为新婚职工在这里搭建了一批临时过渡房，后来厂子倒闭了，职工们无处安家，就一直住了下来。20多年过去了，刘月静原来的同事们大多买了商品房，陆续搬离了棚户区，但刘月静和丈夫陈新年却一直留了下来。这地下搁的晚什么的，这老鼠搁这地上跑出夜里的一弄饿里头是尿，尿里头尿，这上面这些瓦呢都是很薄，都是三个米的厚了。你要是夏天的了，它
它一热透了，里头蒸的话是受不了。要是冬天呢，它都非常冷。冬天呢，就说一冻冻透了，这个毛巾你拿下来以后，你看现在不是软的吗？前天跟大前天零下五度，是毛巾都是拿出这都是直的。一说刮大风，这屋里整个都是刮一层的，整个你得刷刷洗洗，住的屋哪都得湿到一边。在离陈新年家几十米外的地方，一座新的商品楼已经拔地而起。陈新年说，这个楼的均价已经卖到了6000多一平米，而他们夫妇二人退休工资加起来每个月也只有1000多元。对于他们来说，这栋楼近在咫尺却遥不可及。都是你该想开还得想开，你就说你自己没有那点能耐，你不要想那些，你活一天开心一天。你该玩该玩玩，该吃饭吃饭，该干啥干啥，还是这些人就自由自在放松。那你要成天因为房子，你成天愁眉苦脸，成天心里不好受，你活不到现在，你说是不是？陈新年是刘跃进的第二任丈夫，刘跃进还有一个女儿，一家三口原来一直挤在这个15平米的房子里。后来为了能让女儿有自己独立的卧室，陈新年自己动手搭了一间20平米左右的简易房。再后来女儿长大成人外出工作，腾出的一间房就做了客厅。不过冬冷夏热的棚户区让陈新年夫妇感觉越来越吃不消。这可解释了，你看这个一刀一刀的，这全是你挖的印子啊。这都是挖的印，反正我挖过一头，挖过挖一腰子一堆头都短的一些。5年前一心想着改善住房条件的陈新年想到了自己的老本行，挖土掏洞。我只有认为这样，但是我没有别的啥能力了。我就是收入这个房头有点空的，就是不影响别人的这个安全，所以说我自己来挖个地下室，挖个地道，自己下去可以避暑，夏天避暑，冬天避寒，我就这么想的。当时陈新年已经60岁，但他决定要完全凭借自己的个人体力，为妻子和女儿在地下挖出一个房间来。那时候他挖的时候，我都不同意。我给他做饭了，他说他挖洞了，我当时我都不在意，为啥好好的你挖啥洞来？原来那个地方是一个就是洗澡的地方啊，他一锤子下去，他可开始挖了。最初，妻子刘跃进觉得老陈想在地下挖出个房间来的念头只不过是个笑话，不过老陈并不这么想。我一盆一盆端出来，挖一盆土一盆一盆端出来。就是一天我能挖400-500盆，那最多的时候挖700-800盆。天天挖，真是都跟下班是一个样的，除了吃饭睡觉，剩下都是挖。那时候我都感觉他挖地下时候恁大的劲，他挖到可深的时候，他说老婆你下来吧，然后我不下来。后来他再过一段，老婆你下来，他给我抱下去，我看看，那已经都挖到那巷道了。但是它不是现在这么完整，有什么墙面啥，它还是一个大坑。所以说这工程量太大，我说也就他傻吧，谁真大的，然后叫人家来看看，人家都说包人家10万块也都不干。利用自己的全部空闲时间，陈新年在地下一点点的挖着，1年多后，第一间地下室基本成型了。这个屋子住的情况就是说，要按冬天的呢，它大概有13度到15度，夏天的呢是25度。正如老陈一开始憧憬的那样，地下室冬暖夏凉，这让他萌生了一个更大胆的想法。咱不是那一家我闺女住不下来，不是孩子不中吗？我说厨房也不能弄下来。后来我想着啥？我想着。干脆又挖个巷道，挖个巷道以后，我说跟那头挖一个房，我再挖个厨房，这又后头挖个，后头挖完这我想着搁这挖的时候，搁这不中再挖个房，弄个两室3室一厅，咱冬天的都能住下来，我想。
特别有年挖到那冬天那一年的时候，我说可能吗？他穿那衣服，我说真冷，这咋办的？我说你挖就挖到哪一年啊？冷了很了，他都在那劈在那烤火。你就现在让我再回想起来的时候，那咋能大的力量？是啥力量？他就挖，就挖成这样。原来是个新本儿，烤干火了。这都断个大窟窿了，你。嗯嗯。这穿几年你做这个事儿？觉得是什么力量让他动？是一个爱情，一个对家的一种力量。在这间卧室一边的墙上有一个漆黑的大洞，当时陈新年就是打算从这里再挖出两间房来。在这里，或许我们可以想象陈新年当时挖洞的情形：地下六米深的黑洞里，一盏头灯的微弱光亮，日复一日的重复两个动作：挖土、端土、挖土、端土。2008年，在挖好了一个卧室之后，陈新年又挖出了一个厨房。当他正准备再挖出两间房的时候，传来了一个消息，国家将逐步对棚户区进行改造。于是陈新年不得不终止了自己在地下挖出个两室一厅的梦想。光低头拉车不抬头看路，不太是就是不抬头看路线对不对？是你也觉得你的路线对吗？那路线那也对，那为自己家的路线为啥对？那一向为国家想，为国家的工作还对的，是自己为自己也对。是你现在你想要的这棚户区改造这房子，你娃娃将来以后他也没有，你不是这多年了？那你以前不是没说改造吗？以前我想住到十六万都没给他。半年多前，陈新年夫妇的地下室开始启用，虽然没有原来计划的那样宽敞完整。而且还很潮湿，床上的被子常常能拧出水来，但老陈夫妇还是给自己的这个房间接通了电源，配置了家具，还买了 DVD。 今天没吃面，人没吃面条，觉得可香了。香吧，香香，反正你看，虽然他没啥大本事吧，但是他竭尽全力为家里尽责任心了。自从内心里，这是我最充实的生活一方面。应该特别爱他吧？那就是分不开，真是分不开。为啥？你知道吧？是一个可好的一个回事，一个选择。让俺这代年轻人好好学学。你的毅力，生活乐观的精神，你们夫妻俩那么和谐，爱文艺，爱锻炼，形影不离，真是一对热爱生活的典范。去年九月，在入住地下室一年多之后，陈新年、刘跃进两口子接到了社区主任的通知，让他们去申请廉租房。这两个人多年来的梦想，第一次离这个家显得如此之近。不过，我想，不管以后的家会变成什么样，那个历时三年的光阴，一盆土一盆土挖出来的房子，会永远的收藏在老陈夫妇的记忆里，刻骨铭心。就像老陈的妻子刘跃进说的那样，那个地下六米的深处，有着他们的爱情，还有家的力量。好，让我们离开老陈家的地下室，再回到出发时的起点，去到这个城市另外一个地方，去看看另外一处特别的房子。
修车铺，郑州市南三环边上再普通不过的一家修车铺。铺子门口停着一辆其貌不扬却闻名全国的中巴车。空调是改造过的，那个床桌子这天也冷，有时候玻璃上那个有点过风，给它挡点纸板。这地方还是不行。这辆改装后的中巴车是刘宗英一家五口的住所，这个家在网络上被人称为史上最牛房车。刘宗英一家人也被形容为最让人心酸的有房有车族。在这里过了几个冬天？三四个吧。那很冷啊，我想跟他说。要是关上门还挺暖和的，去年生了炉子，今年也没弄，今年天不那么冷。冯增，刘宗英的丈夫，夫妇俩从老家周口农村来郑州打工12年了，积攒下来的除了这个铺子，就是5年前花6000块钱买的这辆中巴车。前天他们看了报道之后，家里说给他们奶奶说，他说你们家老大怎么在车里头住了，怎么怎么的，说说的挺不好意思啊。在这儿老乡的人心里，他们也看了又也爽了，又说了以后，感觉很丢人了。现在还觉得丢人吗？也没什么，其实经常跟大家不见面的话，也不觉得丢人，自己知道咋回事就行了。刘宗英说，自己的修车铺每个月能有6000多块钱的纯收入。要在郑州租个差点的房子也不是完全租不起。住中巴车前，一家人租过城中村地下室，可要么碰到拆迁，要么就是离自己的修车铺远，交通不便，环境又差，一家子来来回回搬了好多次家，最后选择住到中巴车里是出于各方面的考虑。原来就是住的就是租的房子嘛，感觉不是自己的那种感觉啊，住了车里头然后跟就说自己买的房子差不多，感觉就是自己的。你像买一辆车有几千块钱，如果要是这几年下来，光房租也得跟人家10000多吧。这最起码将来这个车，你就说不用的时候还可以卖上钱嘛，也赔不了什么钱。就做生意做点小生意，就得精打细算。2005年冬天，刘宗英一家搬进了中巴车。搬进去的第一天，他的大女儿在自己的日记里这样写道。在郑州这个城市里，属于我们自己的家诞生了。带着三个孩子，刘宗英住在客舱，丈夫冯增单独睡在驾驶室里，烧着炉子，一家人都说不觉得冷。第二年夏天的时候，他们又给这辆车添了一台旧空调。小地方都给他利用上了。是轮胎是故意放气是吗？啊，故意放的。啊，为什么？要不，你这个万一要是没人的话，就过春节的时候，怕被人拉走了。他这个放气之后没法打方向，拉不走的那个。刚住进来的时候，路面是斜的，车也是斜的，所以床也是斜的。后来冯增给一边的轮胎放了点气，车里的床就平整了。2010年冬天最冷的那两个月，孩子们都冻感冒了，冯增一家人只能临时寄居到了亲戚家。史上最牛房车搬来了新的住客，修车铺里的几个伙计。哎，谁要的？你这不是搁这乱来了吗？这天夜里，气温达到了-12度。中巴车里没有生炉子，外面马路上车声嘈杂。不过看家的这几个伙计说，这些都不会妨碍自己踏实的睡上一觉。
在外面打工呢，你要还有什么条件？就是吧，好吧。你觉得这条件不错了是吧？你的这条件好，没有我在广州那边条件好。那你还觉得好？你不懂拿那边的地方的和这边的比啊，对吧？那你觉得这里好在哪？有什么优点呢？就是离家近，几个小时就可以到家了。我在广州就是要坐一天一夜的车。冯森夫妇说，其实好几年前他俩就已经存够了买房子的首付，不过再三考虑还是一直没有出手。夫妻俩觉得以自己目前的条件还没有资格当房奴。将来想好好上学呗，比我们最起码说上学以后将来不管找什么工作比我们干这个还是强一点的，这个没什么保障。将来希望把这个钱以后给孩子上学啊，用来教育孩子。好呀，在冯增夫妇的这个家里几乎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但在修车铺的一个角落里却放着一台电脑，那是去年六月份他们特意买给孩子们学习用的，花了3000多块钱，这几乎是一家人以前在郑州郊区租一年房子的价钱。差不多，我感觉他们学习挺便宜的，好像是咱住的特别不好，他们他好像想着学习好像比别的小孩要用心一点。他们好像我给他们讲过，你们要好好学习，学习要将来要成为国家的一种好像是能做出的啥贡献呢，那绝对咱不会住在这儿。他们好像是有动力。也是因为有了这台电脑，冯增在网上看到北京还曾有人买不起房做了个蛋形蜗居住在里面。我看到有一个蛋壳，它可以自己发电，自己用，这个创意挺好的。你为什么觉得这创意好呢？听他们说，应当2公里路可以堵半个小时到单位去上班。我想着是为了解决这个上班这个时间。他要是坐公交，不是还挺慢的吗？你觉得他这个创意跟你这个蒸发车的创意相比，哪个？应该，我看他不如我这个，我这个会动啊，像这个拉着都走了，拖着。你理想中的家，你觉得应该是什么样的？理想家，我感觉还是老家那种带院的，就是盖上2层楼的那种挺好。那种住着比较方便，城市人太多，再说空气也没有农村的好。每个房子都住着一部人生，每个房子都盛着酸甜苦辣。今天我们拜访了两栋房子，看上去都有点不标准、不及格，甚至不能叫做房子，只能叫做空间。但就是在这样的空间里，我们却看到了最平静、最质朴的生活。我们看到了勤劳、忍耐、达观、智慧。论居住条件，他们只是极少数，但论性情品质，我想他们能够代表大多数的中国人。他们的表情也许就是这个时代的表情，他们的心事也许就是中国的心事。